辛苦你老官啦，食都唔得閒食，係咪先啊？啊，對住啲順德美食，又要放低筷子，放低羹，放低碗，啊！一陣間再食過，我哋上嚟傾下偈先。咁大家一邊食，我哋一邊傾偈，抽獎抽到你嘅問答。如果老官回答咗呢個問題咧，你就可以攞到我哋嘅獎品啦。我哋獎品都已經係排曬喺我哋嘅台側。多謝我哋嘅恩德冷凍食品，多謝我哋嘅客家女孩良酒有限公司送出嚟嘅禮品套裝啦，同埋咧就係阿膠固元膏嚇，好嘢嚟喎呢啲。哦，請四位老官上嚟，俾啲話筒佢哋，係啦，好嘅。請我哋阿川仔攞個抽獎箱上嚟，抽獎箱，諗我傾同佢哋傾住偈先嚇，俾啲掌聲啊，星哥好嘛？歡迎星哥，多謝多謝。啊，星哥，頭先咧就話你係非常之忙嘅，今日都抽時間嚟到我哋呢一度嚇，咁咧就參加我哋飯局嘅啟動，心情如何啊？哇！嚟到咁虛陷，順德美食出曬名噶啦，咁咪有你冇你，紅標請到，首先嚟賺餐食先啦。係嘛？阿女姐咧？俾個麥佢。好開心翻到自己嘅家鄉，講句順德話先。大家好，系啊，大家好，系。大家好系順德話嚟嘅咩？唔係啊。阿麗樹佢講得啱唔啱啊？阿國姨佢講到大家好係順德話喎。係啊，我咧真係。係嘛係嘛。係咁樣嘅，我要係順德人啊。啊哦。係啊，真係。好開心喺呢度同大家歡聚一堂，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阿梅姐。順德人，好開心啊！阿紅彪講話一立下嚟順德，我就諗住一定有好嘢食㗎啦。所以頭先咧。我想食住噶，不過我嗱嗱聲，阿紅彪一叫我上嚟，實在太好味啦。係，阿榮。梅姐，而家仲有好多好嘢食噶，係啊，好有請榮哥。我雖然唔係順德人，但我已經喺順德辦團十幾年，所以咧有咁高興嘅盛宴同埋呢個我和老官有個飯局咧，能夠參與嘅話咧，係我嘅榮幸。多謝多謝。是歡迎榮哥。嗱，而家咧我哋講緊啦，因為今日有一個小小嘅互動環節嘅，咁啊好多 fans 咧見到我哋老官咧都好興奮，就有好多問題咧係想提問四位嘅。嗱，平時咧四位就肯定做老師，就教好多嘅弟子啦。今日咧佢哋有問題想問翻你哋，喺睇睇呢一位先。十三號台嘅曲韻，佢話咧，佢想問阿崔玉梅，崔玉梅佢話：，梅姐，嗱，袋錢落你哋袋啦。他問的問題是崔老師怎樣才可以唱曲唱得字正腔圓？哇，我也想學啊。我覺得呢，唱曲首先一個就是要練氣，氣可以 帶動個聲帶，所以呢我覺得練氣是一個，雖然是一個很基本的東西，但是字正腔圓必須是用氣去帶動的。即是說你首先要練氣，先有氣托住你才能夠字正腔圓，係嘛？好啊，請阿曲韻馬上跑步上嚟攞獎品。曲韻喺邊度？十三號台。哇，好好玩喎！即時問完即時即時派獎品，即時派，先送你一份咧，就女人啱曬用噶啦，真係。客家女孩良酒有限公司送出嚟嘅良酒阿膠固元膏一份。影個相先，夠未啊？未夠。未夠啊？未夠得冇問題。滿足你要求，送我哋順德嘅非遺美食。嗱，順德咧真係美食之都嚟噶，送我哋嘅順德非遺美食恩哥魚皮果。哇！直接現場中意就攞噶啦。係啊係啊，夠未？夠啦，夠啦嚇。好多謝你，多謝你。其實我覺得咧，應該靚女話仲想同咧梅姐合影一張噶。一陣間先嚇，一陣間仲有機會嚇。咁樣咯，我抽以下呢一位咯，好唔好啊？抽咗出嚟啦，已經。係啊，咁就二十八號台嘅譚訓能先生應該係。啊，譚生係嘛？佢咧就想問阿星哥嘅。星哥。係啦，佢話：黎老官你好，我好中意聽你唱曲噶，但我有個問題想問下你啊，你中唔中意食魚生嘅咧？嚟到順德喎，食唔食魚生先？撈起撈起！本來信心滿滿，你問我藝術方面嘅咧，美食不過都好，都講得啱。魚生其實我都好中意食嘅。嗯，好啦，尤其食我哋順德嘅魚生，唔係嗰啲日本式嘅魚生。嗱，講到你名嘅朋友，你即刻跑上嚟前台啦。二十八號台嘅阿譚生係嘛？二十八號台嘅譚生，馬上上嚟攞獎品，快啲！係，恭喜曬！跑步又可以問問題，又可以攞獎品。
阿星哥话你问得太简单啦，系啊，大家可以再问啲复杂啲噶嘛，再问啲星级嘅，快啲送你一份奖品，就系咧，亦都系客家旅行凉酒有限公司送出嚟嘅凉酒花生同埋一支凉酒嘅套装，够未啊？好好，多谢多谢。够唔够啊？够啊够啊，够啦够啦，多谢多谢多谢。啊，同咁同我悭嘅你真系吓，第三位。下次都话未够啫。冇，唔好教坏人哋先。好，五十五号台嘅呢位张祖明，阿张生吓，五十五号台嘅。嗱嗱声上嚟，马上上嚟啦。佢咧系想问下一位嘅呢一个嘉宾嘅。OK。哦。他想問現場我們的順德老官，這位是我們順德的大老官來的歐陽寶山，他說請問你什麼時候在君安演出，我想聽你唱曲。歐陽生在哪裡？是現場即時回答了。你何時在君安演出啊？隨時都可以過來聽，誰喜歡聽你隨時過來就行了。好的，多謝歐陽寶山先生。好了，上來拿獎品了。五十五號的張祖明先生，可以快點快點快點，揸緊腳，揸緊時間了，揸緊時間了。還有這個三十三號台的梁換上來先，三十三號台的梁換，他們都是問何鋒兒，何鋒兒花旦在哪裡？他問這個問題又顯得有點多餘的，他說你喜不喜歡我們順德？喜不喜歡順德？梗係中意到邊啦！仲使講嘅喎。係啊，喺順德住又係一個自豪啊！好，有請三十三號台嘅梁換上嚟攞獎品。係啦，咁其實咧，我和老官有個飯局咧，真係好好噶。即係除咗大家咧可以玩遊戲之外咧，仲有好多嘅獎品咧送俾大家，包括咧有客家女孩啦，仲有就係恩德嘅食品冷凍有限公司提供嘅一系列嘅獎品。咁一陣間我哋仲會繼續送，因為未送曬。你想要白色袋一啲啊？得，冇問題啊！我哋好好恩鼠嘅，我哋啊，有求必應，順德人，順德人嚟嘅，我哋係啦。呢個咧就係涼酒花生，食到唔認得口嘅，真係話聽。OK， 夠未啊？夠未啊？我夠夠。夠啦！我哋順德啲民風真係幾淳朴咧，真係，哇！真係。下次再攞個。嗱，我想問啊，多謝啊，我哋幾位老官嚇，一陣間仲要請你上嚟咧，一齊咧係。傾偈啦，抽獎啦，我哋抽到邊個真係唔知嘅，抽到佢問咩邊個老官嘅問題，我哋都唔知嘅，真係，所以完全係公平、公正、公開。咁啊，辛苦幾位先嚇，去食下嘢，然後一間請你上嚟嚇傾偈嚇。阿星哥請留步，星哥請留步。青衫未作蟬公客，卻在花田。卖画师呀，拾取能无恋香意，似蝶舞海棠，重在花间晒粉刺，手拍未收明和字，只手只蝶儿。多少支恨共分那气，恨之情难回避，真羞散了我眉，他轻狂散了香根去，欲向他来论理，怕他难在佢垂帘远山眉，哭个春秋美风衣。在佢似笑似真还，原是别有可人，连枝处收才还我笑落根意。孤独诗文奔哑十下位，秀才你还返俾我啦，小姐啊，咩啊，落花
花影，翩翩落在案头啊。唱霓虹飘上远啊，顺时有啊缘，能相啊聚，不露千啊你愁啊。小姐，朝东风有意送香炉，我在花前拾得，都未识罪根之人，哪能轻易还你呀、啊？你啊，小姐，若果落花有心为蝶痴。借香巾待我为梅子，寒金科节月桂枝，便仍属女归时伴彩如。见手处我怎生事，书生算话太不羁，你错似花儿，莫似春丽分欣喜又话两心若是能合意，事中有相思字，替妹问字费差疑，花间子世也还容易。春花心中事何能变
此三巡应解如花不中相思地，愿他娇痴态度也相思。看老音双飞，亦有怜爱烟，人那却孤单受也美。我听为绝世才人意，俾啲掌声，多谢两位老公。黛眉解囊。痴心结，一丝情长恨恨长啊！又到了故地，黄沙溪旁，李玉洁并机数罗上，慈玉女逢来下岗，归故地。朝夕去吹打歌山，只管爱看我这故国受一遭，何世事最佳从外见宿愿喜得上发礼西施，好一双火凤。大地喜重光，日月添辉，山河壮，世事显身，翠阿姨不让用阿母儿郎。喜见故土惜兵啊勇，累积南更生歌唱，我愿水云啊
向内驻马上半半山梁，烟雾渺，水云浓，飞逝处落何留岸？父君你一那天痴心为愿来Lord